两个钟头了，够。哎呀，这是暗示我不要走了。好，收工回家。来收工，下一餐。下的地方了。哇，那在烧什么？那修起来。烧山了，火烧山了，灰熊说看一下，自己灰熊说哦，暗示我不要走，好，那就留了，要报警了，哦，这修起来啊！火烧山了，火烧山了！报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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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话几号？110是报警，119是救火队。我报火警可以吧？对，对对对，但是我在龙洞这边哈，我看到那个鼻头角步道那边已经有火烧山了，它快烧，对，快往鼻头多小再进去一点，哎，我在龙洞夹湾步道这里看到了，对对对。有点距离啊，但是我看得到鼻头那个鼻头角灯塔那边啊。对，鼻头国小再往步道里面走，走到下，我看有那边好像有了凉亭，到凉亭那里，然后底下冒烟上来。我离很远哎、欸，对对对，离一个山头，我在龙洞角湾步道这里看到了。我看那个火势已经烧到那个，已经快烧到步道上面去了。对对对，嗯，好，你们再看一下，好，谢谢。鼻头角步道，对，我看到是往鼻头国小再进去一点，哇，烧到凉亭了，啊，凉亭烧起来了，凉亭烧起来了，快快快快，对，不要让人家进去了，好，拜拜拜拜。我下去好了。哇，怎么回家遇到火烧山？我看好。我现在镜头看是烧到凉亭了，这边拍不到，这边拍不到。我看那个步道那边有没有人？我在凉亭烧起来了。我们看一下往下面这里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感觉起火点吧，然后一直烧烧烧。那这山坡还有火，我刚才看的时候大概烧到这里而已。打电话报警的时候，烧到凉亭这里了。我们看一下步道有没有人。哦，好像在回来的时候有看到，步道这里有人吗？没有，这不是。
啊，这边有人，两个，他们往回走，啊，凉凉的，继续的。我这边可以看到，这边没人，我再打个电话好了，打个电话通知一下。喂，119吗？我刚才回报那个鼻头步道那边火灾的哈。我刚才喂，我刚才有回报那个鼻头步道火灾的，步道火灾的。你是报哪个案件的？哎，119刚才有打电话给你们，可能接不同人或是。鼻头国小旁边的案件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我再回报一件事情哈，我刚才看到火灾起点更往鼻头角灯塔里面有两个人。往回走，对，所以里面是有人的，就是在他在往那个鼻头角灯塔那边往回走了，对，好，喂，我看是他说从海岸，其实海岸线最底下海岸那边有火在烧，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已经烧到山壁上，啊，报案的时候已经烧到步道的凉亭了。那现在又继续往上烧了，对。我们有人单车过去了。对对，好，那我再就是再提醒一下，就是我看到更往里面步道有两个人往回走了，对。我不晓得，他们还没有到起火点，就是在还没有到那个起火的步道那边吧。但是我看到有两个人往回走了，对，所以里面步道里面是有人。我不晓得，因为我距离很远，我在龙洞夹湾步道这边看到了。哦，你是很远看到。对对对对，好好。OK， 哇，火势越来越大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好谢谢，好谢谢，拜拜。这吼救不着，那消防车怎么进来？这个消防车没办法进来啊，步道太远了，这要等它烧上去以后，民众才能赶快跑回来，这底下不知道烧什么了，底下不知道什么起火点。现在龙洞角湾步道这边看到鼻头角步道那边有火灾了，然后我刚才打电话报警了，我刚才打电话报警，然后我看到这边底下这里海岸这边有火，哎，用了最底下这边火势烧上来，烧到岩壁一半，我就打电话报警，然后报警的时候发现已经烧到上面凉亭了，然后现在看火势又更上去了，这一定是火烧山了，然后我刚才用我的大炮看啊。大炮在这，因为我大炮看它的右边还有凉亭，有民众，有两个民众往回走。哇，我本来要回家了，拍完要回家了，看到我本来以为烧东西了，也就发现火越烧越旺啊。然后消防队说他们已经派人过来处理了，哦，然后我有打电话回报，他们说步道里面有人。
底下火熄了，然后这边还在烧。哪里有火烧山？火烧山哦。嗯，我刚才报警了，刚才十分钟前吧。你是来这边拍鸟？对。然后回家之后看到那边火烧山。啊。OK。啊。啊，那个火烧山是下面那边了，岸边。哎、欸，它从底下开始烧上去的。哇，风扇，风扇没电了。它、啊、那个救火车也进不去啊。对啊，那要下去很难。我刚才看到步道右边有两个人，往回走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因为他火，我刚才看火是从底下岸边烧上去的。嗯。底下有一堆好像白白类似宝丽龙还是什么的一堆。东西不知道为什么那边起火、oh. 对，不晓得是不是那边起火了，所以它从底下烧上去，对，烧到上面的山顶、oh. 烧很快，烧很快，我看到的时候已经烧到山坡上了，今天比较赶，然后报警的时候我已经看到那个凉亭烧起来了、oh. 所以是有人在凉亭那边煮东西还是？不是，是从底下海岸线烧上去的、oh. 对，你看有火，有，我看到火，这个是起火原因不是不晓得啊，因为一开始看到是底下，你看那烟从最底下那个海岸边上去嘛，一开始看到是最底下了，最底下那个发黑黑的那里，对对对对，我一开始看到是从那边火比较大。哦，哇，那烟超的哇！所以它这样烧了多久啊？我可能九点，哎，大概已经十分钟了吧，十几分钟，十分钟。十几分钟烧成这样、喔，嗯，他、啊、等火，等他烧光了，看民众有没有办法走回来了。我打了两通，九点零九拨的，已经烧了十五分钟了。什么东西？是，什么东西在烧？刚大哥说是，不晓得什么东西烧起来，但是他从海岸边烧上去了。对，看一下，烧面积很大，烧上去。对啊，但应该没有到马路吧？马路应该是在左边，现在是烧到步道啦。哦，那个是往鼻头角的鼻头角步道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刚刚没经过。所以那个你看到左边那是鼻头国小嘛？嗯嗯。对。我没看到那个消防员。就是去走步道的。对啊，去走步道。我刚才是看到右边步道凉亭，有了凉亭，还有两个人呢、啊。但现在没有看到了。他们应该也在等火那个吧。这个不是。啊，没看到了。没有看到，他们不晓得在哪里了，基本上是不会走过来才对啊。你有看到消防员对不对？对，应该会有那个哦，那个声音的。啊，鼻头国小上面有人啊，不敢过去了。哦，再看一下。现在只有烟而已，火应该往上烧了吧？这烟太大了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火势啊。没有看到。哎，这边是还有火吗？没有，那绿色、那红色不是。这边有，哦，底下还有火啊！底下还有火，难怪还有黑烟。GG，这火没有烧上去的，不是，这烟上去而已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凉亭呢？凉亭不见。哦，凉亭在这。好，我看一下人呢。
没有步道，没有看到人。好，我看不到，太雾了，看不到啊，我倒啊。皮头角步道这里走哦，这浓烟太雾了。我看画面的确是有看到两个人往回走。这等他火烧上去，烟小一点的话，在哪？在这，哦，在这，还有一只鸟，这谁啊？这谁？不要拍鸟，不要拍鸟了。哇，凉亭底下还是有火啦，啾啾。那要等火烧上去以后，就能通过了吧？再看一下。哇！还在录啊！好，我用那个三星手机拍。有在喷水了，哎，怎么哪里来的消防？他拉那么远啊，水线拉那么远呢，厉害！在喷水了哦。哦，水线进得去就好。你那边应该会有消防栓之类的吗？哦，喷水了！一只鸟，又有一只鸟了。这是黑鸢吗？这太雾了，看不到了。看不到凉亭了，我看一下底下有没有火。底下火也变小了，我觉得这边好像还有点点哈，有还在冒烟，还有火，然后这边没有了，这边有一点点，这里比较难，这扑不到，哇，然后这边凉亭这边还是都是烟，没有看到那个，没有看到喷水啊。现在凉亭比较清楚了，看，拉近看一下。看是在这边喷水的。没有看到，没有喷水。烧很久了哈，这个可能很难收拾。有了，已经消防队已经过去了，上不去啊！我刚才也看到在喷水了。哦，对。我看哦，好像是从下面那个对对对上去的。哎，小安慰，不要，那不知道是什么黑烟在那边冒。对，先从那边烧了，没错。对，我报完，看到的时候已经烧到那个山壁了嘛。草地就开始就整个烧烧上去了，然后报完警，那个凉亭已经烧起来了。哎，有史以来第一次看过这在这里火烧。那里也没有沙滩车，也没有船，
奇怪，底下不知道什么东西烧起来，有可能什么东西掉下去烧。它从就现在冒黑，底下冒黑烟那边开始烧的啦。对啊，对，那看来就是应该有油，然后就飘到这边来，有没有？那个灰啊，烧的那个，烧的那个灰灰烬都飘到这边来了。走走走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不会不会。那灰烬我拍一下，拍不到。我这边有看到那个草的那个灰烬飘过来，这里还在烧啊，这里还有火，真的很难啊，真的难，这要扑灭难啊，底下这个不灭很难哎。底下这些废弃物，不晓得为什么会从这里烧，这边还在烧啊，这边又烧起来了。再看一下。冒烟而已啊，底下这个火还在烧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这边烟还好，这边没看到火了，这边烟比较小。哎，这边还有火没有？这边只看到浓烟，浓烟一直出来的话，基本上，然后山壁的这个火不见了。不过没有看到民众啊，刚才那两人没有看到，然后没有喷水了，没有喷水了。这边有人，鼻头国小，鼻头国小这人应该都跑了，因为烟太大了。我这边火那个灰都跑飞到我这边啊，底凉亭底下还有火。步道这边没有看到人了，但这凉亭这边有看到人了，闻到那个超会大的味了，就是那个烟火烧散的味道飘过来，然后我听到消防车的声音。听到消防车的声音了，但已经有在喷水。哦，这边火看啊，底下这边还有火。现在几分了？我9:09报警的话，现在9:45了，35分钟。啊，这边还有点火，不到，我就看不到那个人，看不到刚才那两个人，我就觉得，哎呦呦，有人走过来了。哦，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。他穿，我想说穿那么厚的衣服就是消防员。哎，可是他是去后面找人吗？可能没找到吧？那两人跑哪边去了？我确定是，但有确定是有两个人啊，就不清楚了。应该有救出来了吧？我觉得有变小了啊，有变小了，感觉控制住了啦。但是底下这个火，我再看一下，这里烟还在冒啊，就很尴尬。现在最怕什么知道吗？小时候那个金瓜子火烧山都这样，它灰烬飘起来，飘到另外一山头，天气这么热，另外一山头也烧起来。我是要赶快回家了，不要在这步道了，不要在龙洞步道了，因为现在灰烬的确飘到我旁边来了。现在灰烬比较少，哦，没有，火势没刚才那么大。我底下是还在，我看一下底下这里，这黑烟一直灭不掉，一直还在冒啊。看有没有消防员？哦，底下就起火，底下
底下那个火还是持续在烧啊，有没有白烟底下？我看今天等下十点了，等下不用去下的点了。这边火还在烧啊，真的我没办法跟他们讲啊，他们也没办法下来啊，这个怎么解我也啊。我现在不能回家，因为那个啤酒奖那边一定塞车的。哇，这边火还在烧，还是等烧，趁它烧出来之前，赶快开车回家。这样烧到外面还要很久，不太可能烧到外面的。鼻头国小旁边这鼻头国小一定要保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火不可能烧过来的。哎，这边有人，凉亭有人。消防队，消防队，看那个裤子，橘色裤子，消防队，黑色衣服不确定嘛，但是橘色裤子长裤应该是消防队。他们凉亭控应该是控制住了，那、啊、但是底下这要怎么救不晓得。这边火还在，哦，岩壁这边又起火了，底下这火太难了。对啊，两个拍吧。这是从那里拍，啊，刚好现在没人，在那里。对啊，这里啊。对，在左边那里。消防队在凉亭。要在哪边？站这边。好，现在是鼻头角国小，这边是在火灾。我刚才看到已经有在喷水了，大概半小时之前，我9:09报警的，现在是9:55了，然后刚才有喷水，然后。底下凉亭底下这边还是有稍微有点火，然后我看到往步道里面看是有一个消防员从步道走回来了，所以他应该是去看里面还没有人。然后凉亭这边有两个消防员在这凉亭，然后一直往底下看，因为底下可能这里冒烟的地方下面一点还在起火。我目前看起来。应该是比较安全的，对，我再晚一点再走，等那个鼻头角那边应该比较不会，消防车进去以后那边可能会比较塞，晚一点再回去。来，我慢慢来看，这边山头还冒烟，真的喷不到。对，他们虽然不喷水，是因为喷不到，太高了。然后凉亭有两个人，应该是消防员啊。然后这步道过来不看，我们看烟底下啊，这边底下还有火，山坡这里面有比较底下这边还有火，然后这冒烟的地方黑烟比较少了，那个黑烟易燃的那个已经可能宝丽龙或什么应该已经没了，你看这边这么多白白的，有可能很多宝丽龙了，然后。主要是这一块又在起火了啊！现在黑烟又上去了，这里扑不到，这个水浇不到啊，太难，太难哦、火又上去了，这边火又上去了。你这个爆了也没用，对，反正他们已经在凉亭那边监控了。哦，他在监控。啊，凉亭里面两个消防员，那凉亭底下还有火，又新的火又出来，然后凉亭右边又冒火了。不晓得，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海边那边已经烧起来了。对，报完警，凉亭已经烧到凉亭了。哦，已经烧到凉亭了。然后那凉亭，然后现在就烧上去了。对，
你看凉亭，肉眼看凉亭底下那个有没有？嗯。底下那个白烟那里，那边有火势有没有？嗯。那边有新的火又烧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有在喷水，喷水了。刚才右边这边起火点也在喷水了，然后底下起火点比较少了。这边看得到喷水吗？20倍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在凉亭右边在喷水，我稍微靠。再一下，这边看到喷水了。哎，凉亭右边又在喷水，所以凉亭右边那个火已经被扑灭了。底下这里也没看到火上来，还是继续冒烟。然后这边凉亭这边又在喷水，有没有？哦，消防员这边控制火势啊。主要是上面的能灭熄灭吧，下面的只能看不到，只能往下喷，往下喷的哦。对，凉亭附近的可以先那个灭火，底下这个比较尴尬了，这个灭不到了，不晓得怎么办。这边烟比较少，在凉亭喷水。哦，这距离多远了？至少2-3公里。持续在喷水，我拉近一点哈，拉近一点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消防员，哇，三个消防员这边在灭火，我来看一下好了，这边这边烟比较少了，这边火比较小了，只有烟，然后这边没有在喷水了，四个消防员哦，然后山坡上的。只有零星的烟，没有火势了。右边看有一边的火已经被扑灭了。然后底下这边凉亭底下这边冒浓烟，应该会在持续控制。这边在喷水，啊，步道那边先喷水。好，然后看里面。这边不用看了，一楼角灯塔好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没有，这是另外的凉亭，然后这是起火点上方的凉亭，哦，在喷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到7个消防员，那这边也在喷水，哦，都一直在喷，好。有没有消防员？现在有两个水在喷哦。我刚才看有六个消防员，两个水在喷。哇，底下又起火了，底下火又冒出来了。这要怎么救？底下有新的起火点了，这边浓烟又出来了，这边浓烟又出来了，这边起火，这边有火，凉亭在喷水了，带6、7个消防员。
我看一下现在火势。这边浓烟比较少，这边黑烟比较少了，没有太多化学物质。啊，这里还在冒，还在那烧啊，烧过去了。啊，然后烟，消防员。我们看一下上面，上面这边，上面这边啊，上面这边还在烧啊，这就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水喷不到吧？啊，凉亭左上角这边还有火，这个太高，水柱不晓喷不喷得到啊。今天这个难收拾啊，难收拾啊，因为。这个跟金瓜石一样啊，以前金瓜石火烧山，你的山头烧到另外的山头，你控制这山头烟，茶壶山火烧山烟飞到那个基隆山，换基隆山烧起来啊，它可以跨过山头的。这边火、啊，然后啊，凉亭底下这边又有火了，这边火又冒出来了。还有水在喷吗？这我回去皮肉脚一定塞车的，我还是这边再多待一会，等一下再喷，等一下聊。这个火又烧起来了，去聚啊！你看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怎么扑啊？真是。现在没有塞车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晚上那边消防车卡那里的话，没有，那边没有塞，没有塞。消防车很多，没有卡，刚好在山洞边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好，那我可以回，那回家了。看起来火都比较小了。这边已经9:09报警的，现在已经10:19、10:20了。凉亭还在喷水，你看到？凉亭还在喷水，应该控制住了，好了。现在先收工回家了，没有塞车就好。啊、哦，在喷水。啊，右边又有新的火点，这怎么样？这里怎么救啊？凉亭这边持续在扑，在那里喷水，然后在那游客跟我讲说没有塞车，没有塞车，我想说控制住是要回去了。好，凉亭在喷水，但是凉亭右上方这边又起火了。我想说控制住，我要没塞车，我要回家了。应该可以回去啊，这边都会陆续小的起火点，然后感觉那个火势跟烟比之前小很多，应该这个问题不大，就是比较辛苦一点而已，消防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我给他收一收，先回家，我再看右边这个火点，右边还是有点火。消防队在灭火，灭火了。OK， 好。下面那个溶洞是怎么下去？一般游客在步道中间有条、有条小径可以下去。小径、啊。对。你要知道，他有告示牌写说危险什么什么，那个地方，那边仔细找一下，其实有条路可以下去，对，有一条下，对，啊，从那里下去的，那路可能不没有很好走，对，好，谢谢，Thank you.
应该都 OK 了。好，收工。